主料：白玉锅200克，黄瓜100克，胡萝卜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青椒、大蒜、酱油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食材：白玉菇摘洗干净，胡萝卜去皮切条，黄瓜切条，青椒切丝，大蒜切末备用。白玉菇捉水一分钟捞出沥干备用，胡萝卜捉水一分钟捞出沥干备用。起锅放油，放入大蒜炒香，放入白玉瓜、胡萝卜翻炒，翻炒约半分钟，放入黄瓜、青椒，翻炒均匀，加入少量的水焖半分钟，最后加盐，放入鸡精，淋上少量的酱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白玉菇、胡萝卜捉水再炒更易熟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